台南芒果强强联手，清凉冰沙搭配芒果泥，还有抹茶混搭芒果，别有一番日系台味体验。这是台南市政府和农粮署用职人精神共同行销台南芒果，特地北上来推广，带来产地芒果甜品和手摇饮，介绍特色商品给大家。装有我们台南芒果的这个芒果汁，先把它拿起来，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滚杯。好，这个呢，让这个杯子沾满满满的爱文芒果的这个黄橙橙的感觉，感觉夏天到了。那第二个步骤，我们拿起这个打好的牛奶冰沙，那跟我们刚刚已经滚好杯的这个芒果果汁，对，我们 shake 在一起，我们直接大力的把这个牛奶冰沙倒进这个芒果汁里面，豪迈的倒进去，好，像我们芒果切丁的感觉，芒果切片。一层一层的堆叠，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次的摩西摩西他们在夏季所推出的限量饮品。台南芒果产量居全国第一，甜度高且香气浓郁，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台南市府也推广台南国际芒果节，有官方账号推出吃喝玩乐的丰富资讯，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芒果下单区，方便民众选购产地直出鲜果。那台南是芒果的故乡，有台湾最大的芒果的一个产地，那也生产了全世界最优质的芒果，所以今天代表黄市长特别到农委会这边来开记者会，一来感谢，二来是跟爱好芒果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宣告台南的芒果季正式开始了哦。那我想今年的这些国际芒果节系列的活动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刚刚我们的司仪也特别介绍了，我们今天带了几位达人，有摩西摩西茶饮的达人，有果酱南海，这个是全世界金牌冠军的，这是果酱的这个达人。那另外我们刚刚还有肥猫咖啡，这个是咖啡的职人。所以为什么带了这么多的这些达人跟职人来？主要是刚刚副主委又提到了。其实芒果啊，不只是鲜果吃好吃之外，它还是百变女王啊，搭什么都好哇，百搭。所以也希望说，今年特别邀请很多的这些料理达人，共同与芒果来混搭，那打造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甜点也好，沙拉也好，各式各样跟芒果结合的这些餐饮，让大家感受一下芒果的百变魅力了哦。所以我们今年特别跟了很多的达人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另外今年其实也希望各地的爱好芒果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尝到最新鲜产地直接配送的这些鲜果，所以我们也搭配了所谓的快闪这些物流冷链物流的车子，从彰化台中苗栗桃园双北，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买到产地最新鲜最甜美的这些芒果。那另外这一次我们也跟盼卡的联盟，有很多的盼卡车非常的有特色，不管是披萨的烤肉的等等，我们跟这些盼卡的联盟来合作，把芒果跟他们的产品来结合，然后在全国各个城市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盼卡车跟芒果结合的这些饮食的部分，在各地都可以看得到，让大家可以就近就品尝到很多混搭的这些芒果的美食。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的芒果活动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也有一个 LINE 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透过这个网站大家可以随时掌握我们这些芒果相关的一些活动啦，包括一些体验啦等等，那包括一些也可以透过这一个官方的 LINE可以直接连接到芒果的所谓的这些电商平台，可以直接去做相关的一个采购。那最后要邀请大家的是6月22、23是我们国际芒果节的开幕，地点就在我们走马濑农场，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台南芒果季，那品尝今年最鲜甜的芒果。我另外要跟各位说明的是，整个的芒果虽然说大概上个月因为南部的干旱果形有比较小，可是很意外的
上个月在各大的超市，这种四盒装的小比较小粒的这些芒果，反而是好像很受我们的消费者的喜欢。那大概从上个礼拜开始，南部开始下雨了，那我们的芒果树也受到水分的滋养，那真正的呈现出它的一个果品的一个品质，所以中大果的比例越来越高。刚好端午节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送礼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我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全国民众有机会到超市多多选购我们的芒果。台南国际芒果节在各产区轮番上阵，举办精彩活动，有芒果冰、气泡饮、甜点和芒果料理品尝及制作体验，欢迎民众来参加。还有芒果快闪巡回车在全台跑透透，详情可以到芒果节官网粉丝专页了解。记者温俊台北报道。